皮特，我是小新，我是 Jess。没错，今天我们就来玩开箱啦，是这个，噔噔 ，Light Gadget Space Pen。Light Gadget 除了有 Space Pen， 还有这个电话开箱，两个都是用 Nano Technology。哇，好像很先进这样。好吗 ？Let's go。是属于那种你看很黏的一样东西，它三种不同的材质，因为你各种不同大小的东西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真的是很方便。现在人都手都是离不开电话啊 ，iPad 啊，它哦，就是在你双手没有空拿电话的时候，这翡翠就很好派上用场哦。然后你在煮东西的时候啊，哇，驾车的时候啊，哇，要放 GoPro 在 dashboard 的时候啊，洗碗的时候啊，化妆的时候啊，或者是，喂，你做什么？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 space pad 把那个杯啊碗啊粘着，就可以避免小朋友不会去弄倒这些东西哦。哇，你看那个粘性真的不是开玩笑了，我真的很劲咧。这 space pad 可以粘很多东西，可是当然你不要特别去粘那些纤维啊，或者是宠物的毛发啊，就它会让它的粘性逐渐的减少。当然，它要是粘到很多灰尘的话，不要紧张，用水洗一洗，可以继续粘了，是很给劲嘞。好，今天到此为止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时尚好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 like 一下我们的播放，记得把这个 video share 出去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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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新的吗？粘那个吗？可以粘宠物啦。第三，如果你把第三，如果你把。第三，第三，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 space pad 把那个杯子什么粘在上面。杯子什么？